熊猫了。哎，解释一下他现在的惩罚是什么？快说话，说我叫什么名字？不是啊，咪咪，电话几号？说咪咪最帅，快点。我叫咪咪，今年15岁，电话是09什么东东的。不能吞下去哦，吞下去就再加一杯哦。说，好，快到外面去。不然再讲。咪咪现在要含着棉花糖，不可以吞下去哦，吞下去就再喝三杯哦。然后做三合一，做12下，戴上去，戴上去，戴上去。待会做完，嘴巴张开，让我们数一下。来数一下，开玩笑，快，动作快，啊，缺氧，哎，滴出来了，哎呀，不可以不可以，要把它捡回来吞进去，哪有，嗯嗯，等下嘴巴张开要数一下有没有10颗哦，嗯，8颗有8颗，几下啦？10下，哦，快！好，检查一下，嘴巴张开。哎，这边差不多，这边反光，然后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张大一点。好，现在吞进去，吞进去，吞进去。反光，反光，反光。加油！要不要加一杯水，汽水让你比较好咽？有点巧，我剩下。哦，对，还有2位。好来。好，预备。哎，含进去了没有？含进去了没有？天哪！他们是每个人5颗。这叫白色三合一。呜呜，皇上不要过去。哦，好，结束。